出来找老婆了吗？啊！你别笑。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老婆啊？两百斤的，我要18岁的，我要两条腿的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的到处有，我知道吗？虽然说钱难挣，死难吃，但是呢，我们得先找钱，先赚钱。赚钱赚什么钱呢？我们还不如回家去叫。对呀，老婆都没有，赚钱来做什么咯？对呀，没有老婆，我们哪里有动力来赚钱咯？钱都不赚，你们怎么找老婆啊？下去下去下去，浪费狗舌，真的是下去。真的是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